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的汇集地区。哇，太棒了，太震撼了，歌舞乐的盛宴。非遗的生命力就在于两大块，传承创新，用创意给传统技艺赋予新的魅力。新疆的各民族装扮了大美新疆，也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灿烂和美好。今天不虚此行。绵长大美新疆令人神往。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这里，祖国六分之一腹地横跨天山南北，56个民族团结相亲，绵延不绝的历史文脉和丰富璀璨的文化遗存，催生了新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片土地上，共有14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2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行呢，我将和单院长还有小尼哥一同开启，问一问两位有怎样的期待呢？哎呀，新疆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也是多民族文化的汇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精彩，文化润江，入古无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会光彩夺目，各具特色，充满期待。哇，院长充满了期待。
小尼哥，我已经恨不得跟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们拥抱一下了。哎呦，我们新疆伊犁的各民族兄弟姐妹们，亚什姆斯莱，亚什巴，塞曼诺，塞曼诺。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孩子，而且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伊犁的儿娃子。我最可爱的、最美丽的家乡，我回来啦！眼泪都要下来了。我们都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美丽的新疆正在张开怀抱去拥抱整个世界，非遗也成为了新疆文旅的闪亮名片。所以请相信我，今天跟随着一个个非遗项目，大家一定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魅力新疆。大家说对不对？以传承续薪火味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农乡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拉峻草原。我们今天的非遗之旅就要从这片土地上开始了，出发！出发！出发！айтайын батырман асты қорағы бізді қалдаса айтқаным жалған болмаса жарымы төгі жарымы чіл жарандардың көрі чіл жанына тұрған кеші жоқ ақтауыздың жоқ болын. 你们好，你好，欢迎你们，请就位。最后三呼太震撼了。我是杜马克卡德尔，柯尔克孜族，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多年来从事马纳斯的研究和翻译工作。马纳斯是柯尔克族的英雄史诗，马纳斯是英雄逝世的名字，同时是英雄本人的名字。嗯，马纳斯从历史传统来说都是单独延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了多人合唱、男女合唱，甚至是前人合唱、完人合唱的这种形式。而且我今天近距离感受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连那么小的小朋友都能张嘴唱。是的，我们都是从小听着马纳斯演唱长大的，人人都会唱。所以今天我们对面坐的都是马纳斯旗吗？是。那我们认识一下马纳斯歌手。你们好，马纳斯奇好，你好，能看到老中青三代都在。这不仅是三代了，这是最小的一代吧？小小传承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太厉害了。格拉纳斯达尔维格皮尔德，阿登江诺托甘拜，伊里里吉蒂加斯盖吉丁，您马纳斯爱卡勒，德克尔吉鲁尔。13岁就开始唱了，半辈子打交道哈。我今年15岁，演唱马纳斯12年了。15岁你已经唱了12年了。你从3岁开始唱？对啊。3岁就可以开始唱了啊。我的目标就是马纳斯8部12卷，23.6万行全部学完。真好。你的老师是谁？就是江诺师傅。江诺师傅，江诺师傅，你的老师是谁？менин устазым чоң атамдан үйрөнгөм, андан кийин жүсүп чоң атамдан үйрөндүм. 就是我们的马纳斯大师居素福马马伊老师。其实提到居素福马马伊老人，我觉得我们也要特别的致敬这位老人。老人家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位能一个人演唱完整的8部马纳斯的人。马纳斯到今天有文本的流传，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马纳斯呢，目前有8部。18卷，总长是236000行，2000多万字。哇，这鸿篇巨制啊！在这儿，马纳斯的文本。对，哇，这么沉甸甸，就可以由大家来
掂量一下，到底马纳斯的分量有多大？一共是八部，这是一整套。哇，沉甸甸的呀！过去啊，这马纳斯都是通过口头艺术来传承，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马纳斯的整理工作就非常的重视。居素甫大师是在1978年的时候被专程请出来，他一边唱，整理人员，一边来记录。他是一点没停，但是整理人员啊是一波一波的换，不然根本记不完。是的，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面前这么珍贵的全本。马纳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反映了柯尔克孜人们的传统的生活，本身呢也是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我们柯尔克孜人杰出的创造。说他们在传承前辈的旋律的时候，其实马纳斯其自己演唱也会加入自己的发挥，是这样吗？是的，这个演唱呢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文本，它是基础；第二个呢韵律；第三个呢音乐。克工他们选用的音调都20多种。哦，而且根据情节和不同的人物的变化，音调也要进行变化。比如说让他们单独给单元长唱的话，他们肯定要选一个知识渊博智慧的老人。像给尼格麦提，他肯定要选一个精通多种语言口齿伶俐的一个阿基巴伊的。给龙姑娘唱呢，给你唱的话肯定是马纳斯世事当中的天鹅般的美丽的人，她是美的化身。哎呀，不敢不敢，太荣幸了。马纳斯2009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席地而坐，听着百位马纳斯旗，我很难想象这100位马纳斯旗的身后还有上万个马纳斯旗。我们说元俊者流长，根深者叶茂，马纳斯他的文字优美隽永，吟唱响遏行云，赞颂着英雄的义盖云天。它不仅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更让中华文化展现出了勇士的魅力。每一个马纳斯旗都了不起。从口口相传到整理成册，所以今天我们才能跨越时空，感受到它的震撼，感受到它的英雄的气概，更是源源不断的民族力量。真的很感动啊！我想只要有这么多传承者在，马纳斯就永远会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我们衷心的祝福马纳斯。更续英雄之志，传承史诗华章。马纳斯，马纳斯，马纳斯。这是在干嘛？是雕羊比赛吗？雕羊吗？雕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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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有一匹马已经朝着我们过来了，这马也太帅了，高头大马。啊，您好。大家好，我是邹县母马文化传承人。啊，我是乌特巴伊尔，你们可以叫我乌教练。乌教练好。伊犁邹县有着天马故乡之称。对，天马故乡。当地出产伊犁本土马，伊犁马的这个特点就是耐力相当好，它的适应性比较好。对。刚才你们看到的雕羊就是我们这个乌马文化传承的一个项目。还有什么项目啊？还有一个马上技巧，你们可以听。马上开始哈。喂，乡亲们，来吧！你们好，你们好，马上开始！哇，走！哇，这来了，来了！这些动作是在提速度时的70度这个马完成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女骑手啊，太帅了！这是我们马术技巧，它是借助腰部力量。哇，太帅了！
哇，现在向我们奔来的是撒贝宁。哇，现在在马上进行技巧展示的小撒此刻已经开始劈叉了，马上他要做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太厉害了！这里是完全没有辅助作用，撒手直立，哇，这个好难啊！ 真是人鱼马共同合作的，这是草原民族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继续走吧，看看下一站。 像不像火星基地？火星上还有我们地球的科研人员。你好，我是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三院360张凡。张老师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手上的这块毡。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毡呢？这个毡是一个黑科技。 我想研究一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特别脆。这个是高科技吗？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实验。好。哦，这个不会是传说中的喷枪吧？对，这就是我今天要做这个实验的实验枪。你们要干什么？你看那边是个铝板。哦。 这是铝板，这是砧板，这是泥板，看哪个先融化，是不是？言归正传，喷枪喷发的时候，这个火焰温度能够到1000度。哇，那相当高了。这么高的温度，我们拼这个铝板，看这个铝板会发生什么事儿。行，会发生什么呢？李老师，你敢过来试一试吗？我可以吗？可以呀。好。 哇，铝板好像已经有反应了。哇哦哦，铝板已经开始出现褶皱了。哦，我看到它中间已经开始融化了。哇啊，要透了，要透了。哇，烧透了，烧透了。哇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烧穿了，烧穿了。这比铁扇公主厉害多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铝板它的熔点是多高啊？ 铝的熔点是660度，所以它轻易的就被燃烧了，很快。我们看这个速度，对，大概40秒就烧穿了。对，所以真是轻而易举。接下来我们要试验的对象就是这个粘片。刚才那个是40秒是吧？那这个我猜15秒应该就穿。好，来吧。哦，1000度啊！这个我来试试吧。好。 已经过去15秒了吧？我刚才说15秒应该能穿，这怎么纹丝不动呢？倪哥，你看，它后面这个地方还特意是挖穿的，是透的。摸摸这儿，你可以摸摸这儿，看是不是很烫？老师直接摸了吗？对，直接摸嘛。它是温的，它这样一点不烫，它是温的。哇，这边热浪扑面，它有多厚？多厚？ 2毫米厚度是1000度的高温呢，估计站这儿烤1天都烤不穿。这是什么？哎呀，瞧那边一大洞，这边纹丝不动，确实觉得难以置信，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材料叫纳米气凝胶隔热毡，它主要是有纤维和纳米这个材料两个主要的成分来组成的。那张老师，像这样的高科技材料，主要是应用在什么样的航天产品里？当时发射的首款那个火星车天问一号，那么它用的隔热材料就是纳米气凝胶隔热毡。你看，我们那儿有个火星车，咱们到那儿去看一看。好啊。上火星去，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火星车。 这是重融化火星车。
这个天卫一号是我们的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当时呢我们这个气凝胶隔热毡在里面就应对了极寒和极热的两种环境。那么极热的环境就是在天卫一号探测器着陆阶段，那个发动机它那个温度到1000度，10毫米左右的隔热毡就能够抵挡这个高温了。还有一个是极冷的一个环境，祝融号它在那火星乌特邦平原它巡视的时候，它那个温度是-130度，耐热又抗寒。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来探秘非遗，我们也很想很想知道到底你们是从哪项传统非遗中汲取了智慧和灵感。在新疆最常见的就是哈萨克族的花毡，这块毡从这个外观上跟我们那个花毡确实有一些相似。还是首先把这个5G的短纤维通过分散加压制这样的步骤制成这个毡。我们弄了毡之后，然后在上面我们还要符合上我们自主创新的这个青胶材料。刚才赵凡老师提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分散，一个压制。因为花毡纤的弹料，然后染毡，弹料就是把这个羊毛给它打松打散，染毡就是给它压密压实，这其实就是一个分散和压制的过程。纵使这高精尖的技术，也可能需要用到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这个有意思了。这就是传承与创新。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溯源吧，咱们一起去拜访这个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这个丽娜老师。太好了。哦，太好了。啊，喂，贾斯巴。哎呀，是，请坐，请坐。我是自制奇迹哈萨克族花毡，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一个花毡的世界。哇，好漂亮！哇，瞬间生机盎然。我们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全是用花毡做的，精致，包括这个地毯。床上的花毡毯，床上挂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包括这个马甲，都是羊毛花毡做的，很漂亮，好看，好看。我给你们准备的留个纪念品吧。哦呦，哇呀，穿到身上吧。加湿。哇，好漂亮，谢谢。好温馨啊。毛毡会给人一种很温暖、对舒适的感觉。而且丽娜老师，我知道是不是在咱们的民族里还有一个这个传统，就是嫁女儿的时候给她准备的嫁妆就是妈妈亲手做的花毡。那就是我的嫁妆，母亲当年做的。哇，我们看看去。这些花纹有什么讲究吗？这是草原上的野子花呀、羊枣花呀、牛角花呀。什么寓意？幸福美满。这个多少年历史了？这个都快40年了。哦呦！所以这份温暖不仅是花毡本身的，还因为它是有妈妈的温度、妈妈的爱。啊，很想哭，想妈妈，妈妈都不在了吗？妈妈就是，哎呀，没有我妈妈的话嘛，这个东西就我们看不到了。嗯。看看我们的手艺啊，这是您的手艺，我们来看看。哎，明显能感觉到您做的这个颜色就更加的热烈了，更有青春的气息了。我觉得这是一代一代的审美。这个尺幅是多大？4米乘2米的。哇，8平米呢？做了2个月的，一针一线我自己做出来。哦，其实这个哈萨克族使用毡历史非常悠久，就这么传下来了。沿着时光的丝绸之路一直传到了现在，是的，一脉相承。就我又想到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也是代代相传，历经24代传承人，它的传统的酿制技艺已经延续使用了699年，所以我们才得到了那样一杯醇厚浓香的白酒。都说到这了，要不咱就干个杯吧，致敬花毡制作技艺，像泸州老窖一样代代传承。穿下去。
这块美丽的花毡到底凝聚了怎样的工艺和匠人匠心呢？让我们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这是力气活吧？啊，力气活。敢不敢？敢不敢？我敢不敢敢？我敢。先把这个皮拿出来，来看。说来就来，来了。来，开始。阿鲁玛格斯登。哦，还有那个劳动号子。老师，这一般要赶多长时间啊？还早的呢，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这个只是我们做花毡的众多环节之一哈。花毡真的是盛开在哈萨克族人民心中最绚烂的花朵。哈萨克的花毡技艺呢，世代传承。以前哈萨克人民这对于大自然和谐相处，承载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谁能想到这么柔软细腻的花毡有一天能够成为守护航天梦想的坚实盾牌了？这也是我们向世界描绘出了最美的中国故事。心中有景，花香满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哈萨克族女性丰富的内心，去感受那些花毡盛开与她们人生灿烂的美好片段。
小羊跳舞。 天人合一，整个人融化在我们身后的这片风景里了。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族Top秀音乐传承人秃雅。您的演奏特别有特色，我们注意到了前面这只公羊一直在与您共舞啊。对对对，它很有特色。老师，你们自己来试一下把这个。哦，这个放到这个指头上来，完了就是这样。对，它这样弹的时候，它就弹跳起来了。哦。对。 它是跟着你的节奏在跳。对对，跟着节奏它就跳起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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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音的服饰，真是一把琴响遍天山南北，两根弦演绎草原心声啊。所在的地方呢，是伊宁市最具民族风格的地方——六星街。而且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建筑艺术，有维吾尔族的、俄罗斯族的、哈萨克族的，所以有人说这里是新疆的露天建筑艺术博物馆。让我们扎进新疆人民火热的生活中，去感受他们的文化吧。好听。
好有特色，像羊角，像羊角做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木卡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也是我们维吾尔族的重要的精神食粮。刚才我们的乐手拉起那个萨塔尔的弦，哎呦，他一下子那种情绪涌上来，我的泪腺都要动了。让我们掌声欢迎非遗传承人，还有我们的专家，欢迎两位。我是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团长迪里夏提帕尔哈提。我叫伊勒哈姆人姆，是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代表性传承人。我学习演奏已经45年了吧。哇，半辈子打交道了啊。对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指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聚居区各种类型木卡姆的总称。它呢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篇幅宏大，华丽典雅。木卡姆这个词呢，在维吾尔族的语境当中，就是传统文明的集成，集大成的一门艺术。2005年的时候，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十二木卡姆是木卡姆艺术的精华和代表。它主要由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跟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分类啊，宫廷音乐、文人音乐还有民间音乐，它是一致的。说到十二木卡姆，就不得不提到万同书老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决定把流传于民间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进行保护与整理。万同书在接到任务后立马赶赴新疆，在当时为了弄懂一句曲谱，他要反复放几十遍的录音，最终用了将近5年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整理。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十二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所以说十二木卡姆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万同书老先生的艰辛付出。刚才呢，我们欣赏的这一部分呢，是十二木卡姆的第12部《伊拉克木卡姆》的片段，主要讲述了一个男子日夜思念他的丽人，并在爱火中煎熬的心情。爱情永远是木卡姆的主题。那是不是新疆的朋友都会唱？那不一定。比如说我就不会，我是从小听，可以感受学习一下。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哇！咚，开始了，继续发展，爱情的序章终于开始了。我们现在再去看看其他类型的木卡姆，好吗？好，好的，好的。那么，谢谢，谢谢，再会，再会，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老师们眉毛眼睛里都是戏，关键还有一种喜感，发现了吗？一般不是左右动脖子吗？前后动，反常规，诙谐幽默。吐鲁番木卡姆呢，它主要流传地呢是吐鲁番市、高昌区、托克逊县，还有陕山县的吕逊镇呢，是它的最主要的传承区域。相比较刚才的十二木卡姆而言，它就更热烈奔放。火州的热情，什么叫热情洋溢？我是感受到了。把吐鲁番木卡姆的代表性传承人请上来吧。你好，Ben Turpan Pichandin, ismim Muhammed Niyaz, yaşım 76 yaş oldum, 77 yaş. Turpan mukamlarının vekil karakterlik varısı bulum ben. Şu mukamlı imkili, müstenet imkili, şu anlarla kaç yıl, kaç yıl oldu? Küçüğünüzden de ügengen mi? 60 yıl oldu. 16 yaş kirge vakti de mukamga. 一生只做一件事，专注把这一件事做好，所以才成为了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除了这个热情奔放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诙谐的舞蹈 Nazircom 那一部分，既有竞技性，还有模拟舞，它叫逗趣儿，把这个社会百态通过舞蹈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能不能逗一逗呢？行，没问题。哎呀呀呀，哎呀呀呀，院长试一下。可以，这也是精髓。我们学习一下。他其实发挥空间挺大的。对，郑老师，咱俩试试。三二一，走！不错，有模有样。脖子真受不了。掌声鼓励，掌声鼓励。用最朴实的方式来表达最丰满的生活热情，这就是我们吐鲁番木卡姆的最动人的地方。没错，这种热情是在拥抱生活，歌颂生活，歌颂民族团结。这份热情希望它继续永远的燃烧下去。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到下一站看不同类型的木卡姆。还有呢？还有，赶快出发！来来来来，Komul 12 makam, Altın Buray'ın derizdik, Komul 12 makam varisi Ahmet Sopuğlu'nun. 欢迎老师，地理下题老师，咱们哈密木卡姆，如果让您用关键词来形容，您觉得是什么？哈密这个木卡姆应该就是甜蜜，甜蜜啊。我刚刚注意到，在哈密木卡姆的展示中，能看到很多汉族的元素，比如衣服帽子上的牡丹花纹。
还有这个像二胡一样的乐器。哎呦，你看这个就是，对，这是哈密埃杰克，它其实跟二胡的造型就很接近了，对，有点像。因为哈密呢，它是新疆的东大门，接受的中原文化可能更多，交流频繁，所以我们在哈密能够感受到这个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度会非常高。嗯，为什么会有小鸡？小鸡呢，就是动物模拟舞，他们有一个舞种就是这个鸡舞。哦，元素之一。我们生活富足。嗯，这不仅是人类的爱情开花结果，连这个家里的各个成员之间也是甜蜜的在分享着幸福生活。我觉得也体现出了一种传承性，再次向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表达敬意，谢谢您，也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咱们走下一站，请非遗传承人老师。你能给他们喝多的多了没看见多了得了。因为我和院长听不懂，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刚刚到底唱的是什么内容呢？您猜猜。庆祝节日吧。我觉得是那个鼓舞士气，震前擂鼓。对，喜悦无异与子同袍。哎，一个都没答对。没答对啊。这其实又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还是唱的爱情吗？爱情是永恒的主题。那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么不会把那个就是爱人吓跑了吧？刀郎人生活的地区是塔里木河和叶尔羌河流域一带，在哪儿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地带，塔克拉玛干盆地的西北缘。嗯，这个环境啊，它就是荒漠绿洲，荒漠绿洲。这样的地方呢，生存的这个刀郎人啊，能看到绿洲的时候，他就有希望了，生命之光就闪耀了。他们面对一片胡杨树叶，都会有豪迈的呐喊，实际上在歌颂生命，歌颂这种传承，歌颂他们的生活，歌颂爱情。他就是发自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环境，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生命。哎，我明白了，下不跑，对。不跑多了，但是呢，多了，你们养不活了，而且呢，那个，就是不能吃空包饭的，跟啊，你那那些个大人弄个没事，那什么的，不是那肯定没什么事，吃起来，我如果问他对不对？哇！哎，我太感动了。我们祝愿刀郎木卡姆艺术永远红火。还没完呢，这四种木卡姆齐聚一堂，是不是非常罕见？罕见，绝无仅有，绝无仅有。怎么能不为木卡姆而心动？怎么能不为木卡姆喝彩？木卡姆艺术流淌在每一位维吾尔族的血脉当中，在新疆广袤的大漠和绿洲中，
维吾尔族走到哪里，就把木卡姆带到哪里。所以每个人都是木卡姆艺术的参与者，每个人也都是木卡姆艺术的传承者。无论是十二木卡姆的端庄典雅，吐鲁番木卡姆的热情诙谐，还是哈密木卡姆的甜蜜多彩，亦或是刀郎木卡姆的豪放粗犷，他们共同构成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绚烂多姿。我想这是歌舞乐的盛宴，也是百姓真实的生活，更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在过去祖祖辈辈的传唱中流淌，也会在今天和未来的世世代代延续中绽放。这扇蓝色大门背后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来吧。你们好。Hello。你们好。请坐。郎才女貌啊。我是青年设计师阿里木江，这位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专属模特，叫阿迪拉。那么今天呢，特意为大家来，我们专门布置了这个艺术装置。这个小院里看到最多的图案是什么？我觉得是像爱德莱斯，但是又觉得有哪一点不太一样。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图案又像爱德莱斯又不像，是因为它其实来自于爱德莱斯当中最传统的一个纹样，羊角图案。我们破解重组组成了一系列大家所看到的美丽的这么一些家居用品。嗯，大家都知道爱德莱斯的花纹嘛，就是新疆非常有特色的扎金染色，应该说这是爱德莱斯非常特别的一种织染的技术。一般的布料都是先织后染，但是爱德莱斯呢是先染后织。爱德莱斯还有个雅号叫布谷鸟翅膀上的花，比喻它能给人带来春天的气息，带来美的享受。有些地方他宁舍金戒指，都必须要置办一身美丽的 Atlas 的服装。但是现在 Atlas 也可以进入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看那边挂的是男装。每一位遇见他的人，这件衣服就遇见了他的新主人。哦。我得现场感受一下。哇。全伊宁市六星街最好看的两个模特在这儿，怎么能不走个秀呢？2023伊犁最炫民族风走秀开始啦！3、2、1，走！还有眼神的交汇。再甩个眼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欢迎来到伊犁，感受 Atlas 的魅力。能把自己民族的服饰，穿到国际化的舞台上，多好！在发展这个 Atlas 过程当中，除了图案上的创新呢，我们又将扎金染色的织染工艺带到了其他的技艺上面，比如说羊毛、针织、牛仔以及一系列的现代工艺上，让 Atlas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今天呢，我们爱德莱斯绸织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麦麦蒂艾丽老师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一会儿去拜访一下他。太好了，走吧，走吧，走吧。哇，铺满了爱德莱斯，五彩斑斓呀！哇，这小院儿。老师好。老师好。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黑田家阿德莱斯绸传承人，第七代麦麦蒂艾丽。第七代传承人了。这些阿德莱斯都有哪些不同啊？那黑田的阿德莱斯图案是大自然，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玉米，这个是我们热瓦普。热瓦普哦，一看就特别有新疆风情。这个是沙漠胡杨。沙漠跟胡杨。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生活的。对，
这个是我们一带一路花。哦，一带一路的图案。这个颜色哥们做的，嗯，好，这个颜色呢，也是有心了，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融会贯通，交流互鉴。那像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方爱德莱斯的真丝巾哈，它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呢？我们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 Atlas 最重要的是沙染，这个是我们沙染的染料哦，天然染料。好，那我们试验一下。咱们爱德莱斯当中的沙染和一般的制作技艺当中的沙染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是花做起来以后我们包起来，把它包起来。这是塑料袋包起来了吗？保护。对，你看。这边是我们经沙染出来的，我们这个是几个颜色呢？包了七次，就相当于七种颜色，你要扎六次，才能染出七种颜色来。哦，颜色越丰富，扎染的程序就越复杂。对，是的，我得弄一点不一样的呀。你看这颜色多好看，特别像那个青花瓷的颜色。我记得他们说过，扎染一定是要垂直，越垂越好。之间长短决定了颜色深浅，因为每一次染色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没有相同的两件扎染。是的，对。好，我们来看看吧。现在就解开吗？是的，对。哇，这个真的要极大的耐心才行。每次都得手工这么一圈圈解啊。是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变成它另外一个颜色的话，就把蓝色捆住，再把它拆的部分再染一次，就会呈现另外一个颜色。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伊犁蓝吧，伊犁蓝，伊犁蓝，可以，特别好，好，谢谢，谢谢。一代又一代的技艺传承，让爱德莱斯制作技艺仍然无限生机。爱德莱斯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生活，也是家乡的颜色和最美好的记忆。看到就回想起来的一份乡愁，也在爱德莱斯的经纬之间。那现在有。越来越多多姿多彩的 Atlas 遇到了现代的设计，它就不再是新疆的专属了，而是面向世界的中国色彩。用一匹爱德莱斯连接过去与现在，今天与未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经纬交织的绮丽世界，共同品味天山脚下的余韵风流。
闻到了吗？美食的香味。哇！甜品的天堂。哇，这个环节我太爱了。各位老师，请坐，请坐。我是伊丽菲拉，这位是我母亲古丽娜尔·嘎比托瓦，这是我妹妹考莎。这都是些什么糕点啊？全都是塔塔尔族的传统糕点。这样吧，介绍一个我吃一个。好嘞，好嘞。好这个是。Yeris Khatkat。Yeris Khatkat 就是用炼乳做的层层糕。这是什么？这是巴克拉瓦。哦。这个是黑眼睛。这饼干的那个形状也类似于眼睛嘛，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字黑眼睛。真好。这个叫什么？那个是巴咖喱。巴咖喱。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妈妈也会做巴咖喱。哦，好好吃，整个人都甜了。夜幕已经降临了，我觉得这个夜晚的六星街一定还有更多惊喜。那我们出发吧。走。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专注高端风味油。本栏目由中粮福利门家乡味食用油赞助播出。走的这边很热闹，看看去。哇哦，哇哇，好热闹啊！我们这是新疆的顶碗舞吗？顶碗舞，新疆人民那生活是多么绚丽多彩，对，多幸福啊！载歌载舞。哇哦！哇哦！什么？技术的，谢谢。哦，热的，这茶还是热的。哦，这就是我们维吾尔族传统的饮茶的器具，叫萨马瓦。萨马瓦，这个就是萨马尔舞。这种舞其实不常见，只有在迎接最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壶沉吗？我看看。哇，这么沉呢，提不动啊。很沉。这多少斤？7到8公斤。啊啊，山老师怎么着，能试试？少年的那颗心又开始悸动了。可以试一试哈。真的吗？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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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滴滴滴滴滴滴滴！哎，我们三人合力。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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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啊，好了好了好了，好沉呐！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Menike ismim Ahmet Mollek. Ben muşu kuşağındaki samavar usulünün varisi. Menike terbiyeliğen şagirdlerim 100'den aşıdı. Çoğunları bana. 不是从小给动手吗？喂，那几岁的？一个人八岁的上不了吗？他说25岁。穷人也没消息。哦，70岁的老者了。哦，他跟我同岁可能。哎呦，真的？那是我是您最后的徒弟了，您的关门弟子。以歌言声啊，以舞抒情。我们再次感谢萨马瓦舞的传承人。谢谢谢谢三位老师。那我们就继续走，看看下一站。哎，我闻到香味了，你们闻到了吗？哇，羊肉串。哦，这么大羊肉串。火炉抓饭。我们接着往前走。哇哇，这么大的馕啊！啊，院长。哦，哎呀，
看不到。终于遇到了比脸大的狼。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韩立谦，某人西迪，这是我的爸爸，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任西迪米迪，这是他的助手托霍蒂伊米迪。刚出炉的狼，快尝尝。啊，能尝了，终于能吃到刚出炉的了。哎呦，特别的香和软。新疆人离不开狼，这就是家的味道。这是塔吉克族。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哇！这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塔吉克的热瓦普，好漂亮啊！这个也是我们塔吉克族的鸣笛。鸣笛哦，塔吉克族是我们新疆像雄鹰一般的民族，也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所以他们沐浴着阳光，感受着高原。乐声就是无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向了无限的高空。不仅歌声好听，乐声也很悠扬。对，谢谢，谢谢，继续走吧。哎，这是什么？甲胄吗？哦，这皮子的皮革，皮革制品，这些都是我的皮雕作品。作品来源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壶呀，或酒囊这种造型，完全可以把它转化成这种现代的这种造型，然后做这种场景。这个是工具，用这种工具进行一个敲砸。哎，我觉得很不容易，你看他将这个皮子雕出了毛发感。这种就叫做錾刻，对，然后用这种锤子进行一个上万次的敲打。哦，哇，这真是牛皮上的指尖芭蕾呀！还有什么？我们接着往前走。这好热闹，好热闹。维吾尔族的一个非遗项目，叫维吾尔族转轮秋千，维吾尔语叫撒哈蒂，撒哈蒂就是变黄了。平时我们说，咱们受到了惊吓，脸会变什么？变白，但维吾尔族是变黄。所以下面转着的人就说，脸黄了吗？上面如果实在转不了了，黄了黄了，就是撒哈蒂撒哈蒂，停了。这么来的，哇！我看着心惊肉跳，我好害怕啊！真是一个勇敢的民族，哇，太酷了！我来试试吧。太吓人了。原来你还有杂技的钱呢。走吧，继续带你们看表演。好，拜拜。谢谢。哇，这个美那真是美的惊觉刺激。果丹皮果酱。果丹皮是用什么做的？有苹果的、杏子的、入梅的、西梅的等等。新疆的月饼啊。我们的这个月饼馅料呢，是用我们的野酸梅酱制作的。脆的，嗯，哇，好吃好吃。我觉得不仅东西好吃，模具也非常好看。你看模具多精致啊！嗯，这是果木模具啊，让月饼保持它的果木的原始的香味。哎呀，这一路吃一路品一路看一路听，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哟，还有，还有更硬的呢。哦，九碗三耗子，辣条揪片子，米肠子，面肺子，九碗三耗子。哦，千万不要错过。太香了，好吃得很，攒劲儿，继续走吧。老师们好。好，老师，这是我们的冰淇淋，新疆特色的冰淇淋，
它是纯手工制作。这个是我研发的一个新品，咱们可以先尝试一下。哇，这闻着味儿，有酒味儿，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酒。是不是加了泸州老窖了？别的酒做不出这么好的味道。是不是泸州老窖？是的，我们在冰淇淋里面加了泸州老窖1952，白酒的浓香结合到冰淇淋的奶香，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既有冰淇淋的细腻，又有白酒醇厚的浓香，别有一番风味，非常好吃。谢谢。哎呀，这一天真的太幸福了，太甜蜜了，真的是吃上一口冰淇淋，甜在舌尖，更甜在心间。做朵巴花帽，花帽继续走吧，多种文字的说法啊。我觉得我们还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个书法作品里同时兼具几种文字形式，汉文、西伯文、满文，还有甲骨文。老爷子，这是什么？这个是我创作的一个530米长卷。530米的长卷，这个是其中的一卷。哦，《诗经》。满文和西伯文加起来是6万多字。哦，写这个是花了8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文字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那么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财富，我们才能守护好这些文明的未来。就安静下来了，真好。哎呀，热泪盈眶。太精彩了，谢谢各位老师，各位艺术家。我是俄罗斯族，我叫 Alexander Zazulin。 这是巴扬对吗？巴扬像打字机一样。我觉得在天山脚下我们听到了巴扬的旋律，象征着团结乡亲，共奏和谐的音律，我觉得这真的是感觉太美了，这就是奏响了民族一家亲的旋律呀。再次感谢你们的用心演绎，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再见，再见。好，走。哇，天山胜利隧道。哇，老师你好。老师好，老师好。幸会。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大家好，我叫周小龙。天山胜利隧道是世界上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是贯通南北疆的超级工程。作为一个新疆的孩子，说真的，我必须要先跟您握握手。我觉得先跟你们说一声辛苦了，代表我们新疆所有的孩子们，因为大家对于天山胜利隧道真的是太期待了。天山那么长，横亘新疆，它阻隔了南北疆的交通。比如说从我出生的乌鲁木齐到天山以南的玉林县，
我看了一下地图上，它这个直线距离啊，其实只有290公里吧，但是开车要绕一大圈，500多公里啊。天山胜利隧道打通之后，交通一定就便利多了。往返于南北疆就更方便了。对，是是。什么时候能通车啊？预计是2025年10月底通车。啊，那就还有2年时间。对，2年时间。通车之后，南北疆之间坐这车多快时间能到啊？从那个乌鲁木齐至玉林的话，就是从原来的7小时缩短至3小时了。哇，大大提速啊！那隧道里面走要多少公里啊？隧道是22.1公里，对，仅需20分钟。为什么是3孔门洞呢？一般我们看的隧道都是2孔。因为天山陡峭，地质复杂，这个隧道又长，传统的通过斜井来施工，无法满足我们现在现场施工的需求。因此我们采用了3洞的模式，就是在中间增加了个服务隧道，把两边隧道分成小阶段，实现长隧短打。请各位老师往这边走。我们为了应对天山复杂的地质环境，极高的施工难度，中间的服务隧道是由天山号和胜利号两个大国重器来担任。这就是我们天山号的模型，它可以更加安全、环保、高效的掘进。它也是我国自主研发创新的一个大国重器。它这上面这是什么呢？这4道，这就是我们首次在高速公路领域采用的3洞加4竖井的施工方法。4竖井呢，就是在隧道的顶端开挖了4座竖井，就像在隧道的上方给它开了4处天窗，通过它来满足我们隧道的施工需求的通风需求。哎，看这竖井，我倒想起来，特别像这个坎井啊，它也是先打竖井，然后把竖井直接连起来，形成暗渠。对，我们这个隧道和竖井的结构跟坎二井暗渠加那个竖井的结构是一样的，竖井的通风功能它是一样的。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坎二井开凿技艺。接下来我带领你们去认识一位对坎二井开凿技艺了如指掌的人。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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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穆拉提乃金木丁，来自吐鲁番市高江区文旅局，主要工作是维修包括坎二井工作。我们知道吐鲁番这个地方它是极干旱的，那坎二井的存在就让这个地方还能够瓜果飘香。对，因为它的年降水量只有16.2毫米，它的年蒸发量3000多毫米，所以地面的水是不能存在的。天山它有雪水，所以在地下有含水层，开发含水层就打竖井，打完竖井把它那连通以后进入了平原，所以从龙口那地方就变成到了地面出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是坎二井的简单的模型。坎二井主要是4个部分组成的，就是那个竖井安区、民区还是涝坝。涝坝就水塘。吐鲁番这个盆地地形比高难地，坎二井是人们利用了这个我们的地形的高度差啊，实现了那个无能力的因地下牵流，有水就有绿洲，然后呢就是地上的有小河，就有树了，就有葡萄了，就瓜果飘香了。所以为什么说坎二井是咱们新疆人民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啊？因为它其实就是根据地势地形因势利导，对吧？因地制宜创造出来的，解决了水的问题，其实就解决了生命之源的问题，那自然就瓜果飘香了。对，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大家都熟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了。在19世纪40年代左右，林则徐在深入考察坎二井的建造情况后，积极帮助当地老百姓改造原有的坎二井，并推广这一经济实惠的水利设施。老百姓把林则徐改进推广的坎二井称为林公井。我们以前挖过的那个坎二井现在保护维修啊，我们报请国务院把坎二井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年半以后组织了10几个坎二井的修缮的当地年轻人组织的队伍。我相信坎二井开凿技艺的传承人们就是特别欣慰，对不对？没有这个坎二井，没有我们吐鲁番的旅游。说得太好了。
坎儿井通过暗渠和竖井连接水源和沙漠，汲取地下水滋养沙漠绿洲。天山胜利隧道通过三洞四竖井打通南北疆交通运输屏障，地上地下的连接，连接的不仅是人与生活，连接的更多的是幸福和美好的未来。为你们点赞，谢谢。聆听着穿越泥土的水声，感受着来自绿洲的香甜，新疆人民以守护幸福生活的情感，让地下水也流进了百姓的心田，让我们的生命之泉永远甘甜丰盈。饮水思源，悟古人智慧，世代相传得沙漠绿洲。今天我一定得带你们来这儿，就在这小院里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 Mashrab。 Mashrab 就是聚会场所的意思，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一种喜闻乐见有组织按照一定程序举行的传统民俗活动，特别好玩。那这种有组织有这个程序的，那随便人能进入吗？我们是客人呢。他还是半个主人呢。对，我打过招呼了，给我们留座了。哇，Kımmetlik aziz mihmanlar, nak yakşı kepsiler, ben Salih Savut, Meşrep varisi, bugün altın kız, molusun meşrepini yukarıdan orduyla. Şan bu. 我听说在这个麦斯热普可以呢，就是了解很多的传统习俗，对，而且还能展示，比如姆卡姆，比如民歌，比如舞蹈，比如戏曲，还有游戏啊，什么杂技，好多内容，还有民间文学。所以麦斯热普它既有聚会的意思，也有场所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场所的概念非常宽泛。Yigit bir şey hoş, altın kız molosun şatıkı kegen, bütün mihmanlar kipaldi.Meşrep başlanışı ruhsat mı ki? İcazet. Hazır. Meşrep başlandı. Biz çağla, güzel çağla.Paşap! 30 yılının bir günü boğan Mərub teki yeşke ruhsat kılınmağan Naz nimetlerki koltak güzüp Kendine kayşı Şifan de şu an hızı çağrı şifan Şu an feyran bu hızı güzü Ey de bu şuan niye ama Harçı 30 yılının aldı da Naz sert üstün birini kıldı Bunu kanda ceza verirsindeki Dolu da Yigit bişi, hoş. 30 oğulunun bir günü boğan Mərub, mihmanlarını aldı kol sunup, edepsiz iş kuttu. Kanda ceza verimiz. Mərub'i keltir ola. Kırkız. Lebey. Keltir. Ben Mərub, nim günü akıldınız? Hoş, Yigit bişi, ben nefsimle basanmay. Mihmanlar tek kol uzatmay durup, ben ustup kaptım ben. Şuna aşka, ben emdi bu cazarım için...我是我做工能看到家家做啥 ，man， 垃圾。他怎么还在说我呢？是没事的，不是觉得多，拍的图怎么能不立多？我刚刚是看了什么的？哎，没事，不拿样子，不懂什么？不拿样子，懂懂，直接不行。哎，不得劲，哎，不来，我走。不了的。咋样子，快点。不了的。我错了。第一次沉浸式体验麦西热敷。这个麦西热敷不仅有正能量的。还有一个就是促进正能量的，比如说这两家邻里之间有点矛盾了，我们亲朋好友弄一个麦西莱，就把他们两家有矛盾的聚在一起，我们化解你们的矛盾，所以它有时候起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作用。原来我以为麦西莱就是一种社交聚会，大家跳跳舞啊，唱着歌呀，其实呢还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它其实就是一场群众的晚会，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歌有舞有表演，有领头的。
有娱乐的好玩的等等。第三段要开始了。Kız çağla, güzel çağla, yor bilimli çın bağla, olu men dep al almay, ah jürekte kalmışsın da. Hani hazır, ili senimi başlandı.哇，我是觉得他们太厉害，他们不用排练吗？说来就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专注高端风味油。本栏目由中粮福临门家乡味食用油赞助播出。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们的非遗里的中国新疆篇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特别想知道此刻两位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我非常的感谢非遗里的中国这样一个机会，带着我重回自己的故乡，不仅一解乡愁，还让我更多的了解了自己的乡土文化。欢迎大家来新疆做客，新疆人民一定会张开怀抱拥抱大家。今天我们看到的独一无二的新疆的民俗风情，那么我深刻地感受到每一份记忆，每一份传承的背后，和谐美好的民族品格。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不虚此行。朗朗神州，漫漫丝路，择一世代。我觉得此次非遗里的中国新疆篇之行，让我重新认识了什么是大美新疆。美在自然风光，美在文化遗产，更美在各民族团结相亲友爱。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疆的非遗传承人们，是你们装扮了大美新疆，也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灿烂和美好。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祝福大美新疆，祝福我们美好的祖国。感谢各位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下一期再会。再见，欢迎来新疆。